2023年6月6日出生的人的才能，生命的总体能量值为26分，未成年时为11分，成年时为9分，老年时为6分。每个时期的满分是12分。男性的最高能量年龄，第一是2岁，第二是4岁，第三是14岁。男性的最低能量年龄，第一是57岁，第二是81岁，第三是54岁。女性的最高能量年龄，第一是14岁，第二是2岁，第三是16岁。女性的最低能量年龄，第一是66岁，第二是69岁，第三是33岁。不规律的作息和工作可以更有天赋。